欢迎收看《一起微露营》。今天呢，我们带大家来到南投仁爱的半天寮露营区。那半天寮露营区它的海拔是520公尺，然后它有分为草地营位、树林毡板，然后还有露营车可以让大家体验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的位置是我们的 A 区。A 区它一共可以搭设16个帐篷，那它是属于一个草皮的营位。它的帐篷呢，它会搭在整个区域的外围，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活动空间，很适合小朋友还有一些团体在这边做活动。接下来来到的位置是我们的西区。西区呢，它的形态是属于梯田式的，它一共有5层，它会比较适合家庭或者是3、5好友扫帐包区。营区它本身呢走的路线就是属于亲子的路线，所以它营区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游乐设施，可以让小孩子在这边放电。主要的设备它有溜滑梯、沙坑、戏水池，然后还有一些大人跟小朋友可以一起玩的娱乐设施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次的搭帐位置，我们这次选在最热门的树林区毡板营位。那树林区的每一块毡板尺寸都非常的大，它足足有5米×8米的大小，而且毡板它都保持得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破损。每一个营位也都有提供独立的洗手台，然后一个独立的电箱，电箱里面有配置2个插座以及一个营位灯。树林区它一共有11个营位。相较之下呢，数量比草皮营位还要来得少，所以在每个假日毡板区几乎都是满帐的状态，所以如果想要在毡板区的话，就只能够拼手速咯。营本部呢，它旁边有放了2台露营车，可以提供给不想要搭帐篷的朋友。每一辆露营车呢，它可以容纳2大2小入住，然后它有附赠1个桌子、4个椅子。不过如果要入住的话，要自行携带棉被跟枕头。接着我们来到了营区的营本部，这边的营本部其实有让我跟维轩惊艳到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曾经有遇过忘记带重要物品的经验，对不对？行李箱没带啊！烤肉的时候没有带木炭啊，食材带的太少。帐篷忘在家里面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遇到的时候真的会超级崩溃。那不晓得是我们的经验太少，还是说这样子的营本部本来就很稀有，里面竟然有超级多的商品哎。如果你忘了带，基本营本部都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。如果想要来一杯饮料，又或者是一杯晨间咖啡，营本部也有销售。顺带一提，营本部旁边就是 A、B、C 共用的浴厕。怎么了？亚兄，哦，蝴蝶，蝴蝶，他只是想要过去，然后你一直不让。蝴蝶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就坐好，伊就袂去甲伊让啦。好了。
香菇，杏鲍菇。好了。走。好玩吗？半张，半张，空锅饼，煎饺饼，红豆煎饼，红豆煎饼，烧腊的，米辣的，喝起来烧腊的。来一个。不要搭帐篷好不好？我们睡在树下面就好。这边也有。这个可以训练吗？可以训练的。我不要打扮。